别再让我操心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嫌我还不够累吗？你说你现在，你是不是个大小伙子了？你一站在这都比我个儿都高。是，你现在自己有主意了，你再有主意了，真出事了，不还得我站在你前面去替你去挡去吗？我知道了，妈。以后你操心自己的事就好，我不会没事找事了。我希望你今天说话算话啊，记住了啊。嗯。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什么？抽烟呀？什么？啊，我今天第一次。我刚打你疼不疼？疼倒是不疼，就是刚才有点懵，因为你好久没打过我。那还不是被你给气的？我刚使那么大劲打你，是不是都红了呀？啊，没有，就那一下，其实没事儿。我刚才其实挺大劲儿的，你这都红了都，要不你找个什么东西敷一下吧？啊，没事儿，真不疼啊。 你敷一下吧，明天上学叫人看见不好。不用了，快点，接着。姐姐，你一定会支持我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和你讲了这么多，我现在真的感觉消失了一半烦恼，收获了2分快乐。最后祝姐姐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。小可爱，谢谢小可爱同学的来信，也祝你天天开心，考出自己理想的分数。好了。 我们的青春期。从这件事情的起因和解决办法看，此类事件在正常生活中发生的几率很低。我们平日交际有限，因此能跟他共同经历这种偶然事件，就仿佛笛卡尔变数一般，或许创造了我们之间的某种转折。 希望他能逐渐解答出我留下的密码，知晓我的心意。此致，敬礼。忠实听众第92号元素。我们希望92号元素中一的女孩能够明白他的心意。好了，我们听完最后一位听众的来信，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间。 不行，那个袖套坏了，还得补一补呢。哎，那你要是做这件活啊，得把灯弄亮点，要不对眼睛不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高兴。哎哎，爸，在呢。开门。啊啊。
来吧。一人在屋里怎么还关个门啊？嗯，我反省呢。哼。行了，别反省了，跟我出去。啊？啊什么啊呀？让你跟我出去一下。哦。爸，那个我先上到厕所行吗？我憋不住了。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啊？赶紧去。啊啊。爸，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？爸，你不会找个没人的地儿来放开打我一顿吧？爸，最近航生老不到我们家来啊？航海哥说，航生哥高三马上模考了吗？玩哪家课？是啊，别影响人家模考。嗯，那你这题目不会做怎么办呀？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不会做的题目筛选一下，到周末的时候集体问航生。好。哎呀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脖子不舒服。哎，来妈，我给按摩按摩。你会啊？这有啥不会的？会。来啊，舅。哎，来，这儿是吧？嗯，这里。啊，这个，哎呀，哇，按的不错啊，挺有力气的。哦，舅可嘱咐我了，让你别只想着工作，得注意休息。你舅真是这么跟你说的？妈，你别老坐着，起来活动活动。妈，我教你，我们的中学生广播体操。小喇叭开始广播啦，第一节。伸展运动，进去。爸，我进去啊。安大丈夫，敢做敢为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啊，刚到厂里学徒，对这东西啊也很好奇。爸，你是不是反过来鞭策我呀？我鞭策你个屁呀！我要想不让你抽烟，我摁在家里揍你一顿。我五更半夜的把你带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拿着。
来。哎呦，太难受了。啊！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慢点咽，慢点。好点没有？哎，不抽了，再不抽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不能抽吗？啊？过敏。我刚到厂里的时候啊，给师傅当学徒，干完活以后啊，就看着师傅们把烟儿拿出来了，嗯，抽一口，哎呀，那个舒服啊，好像所有的疲劳、那个累呀、啊，都烟消云散了。我就在想，这东西这么管用，我也偷摸抽一口，没想到，哎呀，这家伙就跟你刚才一样啊，咳得五脏六腑都出来了，吓得我就赶紧跑厂里医院去了。那大夫就问我：“小高啊，你爸抽不抽烟啊？”我说：“我爸爸不抽烟啊。”他说：“你看，你爸爸不抽烟，你也不抽烟，你们这都是过敏体质。你看，有些人呢对花粉过敏，有些人还对蜂蜜过敏。咱们老高家的人啊，对这个烟就过敏。”不抽了，不抽了，再也不抽了。再说这抽烟也太难受了，我这过敏反应也太剧烈了，不抽了。走吧。以后啊，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。打得很好，打得不错啊！现在呢，就是短球这一块，注意啊，短球上去以后，马上退回来，然后两边调开了它，啊，加油啊！找你，啊，我去一下。好，马上回来啊。好。哎，爸。哎。哎，我说你一个多动症儿童，这放风的体育课你请什么假呀？你说我呢？你这是严重缺乏锻炼的猪！哎，就这种强健体魄的时候，你请什么假呀？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来那个时候肚子可疼了，这体育课不行，上不了。我妈也说了，这时候当然得请假。女孩子一定要多注意。是，我觉得这碰来碰去受不了。这地方好像不太适合咱们待。嗯，走吧。这个呀，是骨头汤冻。是小敏他爸爸教给我的。高叔叔发明的什么新鲜玩意儿？就是把骨头买回来，在火上啊炖它三四个小时，把骨头里的胶质都炖出来以后呢，我就找你卢叔叔去了，借他们家冰箱，把它放在冰箱里，整个冻了一宿啊，就变成这样了。这个东西这么麻烦呀？你平时集训紧张，我给你送过来呀。很方便，我周末就回去。倒是您，您看您这黑眼圈，昨天晚上没怎么睡吧？光起上起下的弄出鼓动了。嗨，我的黑眼圈啊，年轻的时候就有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周末能回去？啊，周末能腾出一天回去。哎呦，那我给你带来的东西呀，带多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。哎呦，爸。哎呀，我都跟您说过多少回了，这种贴身衣物啊，我自己会洗。你赛前的集训那么紧张，你哪有时间呢？宿舍有洗衣机啊。哎，共用的东西不能瞎用，回头谁有脚气，弄得所有人呢都浑身痒痒啊。可痒痒了。哎，那你也不能这么惯着我呀。那这以后这些事儿老让你给我想来。你以后的球越打越好，
进了国家青年队了，我想去看你，我能进得去吗？行吧，这古董啊，我每天都喝，这衣服啊，我也每天都换。哎，你最近吃苹果了没有？吃着呢，爸。我们食堂啊，有营养配餐，每天都吃。那行了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上回我给你送来的那个荞麦皮枕头，枕着舒服吗？舒服，可舒服了吧？好，那我就回去了啊。好，我送你。好。你怎么了？叶爷，体质虚呗，我都成为小马哥是够呛了。我呀，以后肯定不抽烟了。你妈是不是好好收拾你一点？没有，我妈就不知道。我这体质是天生的，跟我爸一样，对烟草过敏。是吗？你对烟草过敏？哎，你这有意思呀。这谁让老天爷选择了我呢？哎，咱俩以后吧，在家老实点。我从来没见到舅妈这样，我也从来没见到我妈这样。哎，我妈既然说我想要什么，她就给我买什么。我真不知道我妈这么怕管不住。那凭什么你犯错误还给你买东西？哎，对了，咱俩以后吧，在家里老实一点。舅妈现在肯定对我意见特别大，肯定不想咱俩老腻在一起。你什么意思？不跟我玩了？哎，不是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看你妈和我妈都多长时间没来串门了，在家里老实一点，来学校可以一样玩了。行，那今天下学你先走啊。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快吗？刷刷刷。我告诉你啊，二中的人今天要过来打球，说是要动真格的。带我一个呗。你不是体虚吗？我这是间歇性的，现在好了。你带我一个。啊！不带你，我跟谁打配合呀？你走。Okay, time for practice test now. Test. I see. 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。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。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挥一挥。这首诗啊，一定要读得有感情啊，要把感情投入到诗里面，知道了吧？好，这堂课呢，咱们就上到这里，下课。起立，老师再见。同学们再见。那个生活委员来，你等一下啊。有这么个事儿啊，咱们马上要评选三好学生了，还有这学期进步比较大的学生，我是想着给同学们买点奖励，鼓励一下。是吧？奖品，买什么合适呢？就是买点本啊、笔啊、文具，还有那个现在同学们愿意用那个，这叫什么？圆珠笔。圆珠笔哪儿卖的？老师，你就跟同学们都打听打听，啊，还有老师也赞助一点，有奖励才有进步嘛。啊，交给你了，你就看着办吧。好，明白了，老师。老师再见。喂。
文渊。怎么了，高鑫？文渊，你今天这个小发卡很文静啊。还不跟你那儿买的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哎，文渊，我听说咱们班需要一些文具用品来奖励那些表现好、学习优异的学生，是吧？对啊。哎，你看吧，我作为班级的一份子，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，我是不是应该尽一份力呀？高鑫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哎，这个呢是圆珠笔，啊，目前呢在咱们小浦镇呢，卖的地方也不多。这个你也卖？哎，别的地方卖4毛，我这才卖3毛。而且吧，我替咱们班经费考虑，我可以给批发价，而且我这种类特别多，你呢就不用到处乱跑了。好像是可以节约不少班费。哦，我也是为了给咱们集体多做一份贡献，是吧？可以啊，高鑫，没想到你还挺有头脑的。那是，对，哎，文渊，你可千万别告诉马老师，因为呢，我这个吧也属于课外的一些业余爱好。放心，我会跟马老师讲的。啊，太好了，那我就在午饭后吧，我在操场后面那个有序石碑等你。没问题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，不见不散啊。您是不是不来了？来，说好了呢。您就不怕班干部把你卖了？哎，不可能。委员头上的小发卡都是在我这儿买的，我看得出来他很喜欢，饮水思源嘛。日后他少不了在我这儿买东西啊。老话说的是对的，这外甥似舅，侄女像姑。你别说，有时候你还真挺像我爸。哎，乖儿子。哎呦，我怎么你对我说啊？我开玩笑呢。说你错了。我错了。大声！爸，我错了。小样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想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学的东西多着呢。嗯，你又要把这个回头客照顾得好，我又要把这种大单子巧妙地把握住，不容易。哎呀，行行，你没问题，你脸皮厚，你扛住啊，对不对？是。哎，但有一点，千万不能让马发现了，要不然他一准给你查封了。哎呀，闭上你这乌鸦嘴！我这防范意识强着呢。强强强强强啊！你最强强。哎呀，这么强，怎么人还不来啊？啊！要不然这样，我回教室歇会儿，你在这儿等着吧。我扛不住了，要不然二东等会来打球怎么办啊？那行吧，那我卖完东西来找你啊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哎。领了张单子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开始吧。哎，委员，齐了。我算了一下，一共是4.68元。我算你4.5元。那1.8元我就捐给集体了。真的？给你钱。好嘞。哎，正好哈。哎，委员，我觉得你肯定是这一届的三好学生。圆珠笔你就不用去买了，我送你3根圆珠笔芯儿。哎，外边买不到的。谢谢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的，好的。走了，有什么需要再来啊？好嘞，再见。啊。高老板。哎。马老师，
一会儿你帮我把书包带回去啊。拜拜。你干嘛去啊？我今天田径会有活动，还有个小测试呢。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还整这出？难还能难得倒咱们女侠？这难是难不倒我，不过这不是关键的运动会吗？我来了。啊，喂，我这不是代表田径会发言吗？那你可得拿出吃奶的力气，超他们好几成。那必须的。哎，这运动会就够你出风头了。这要真能上主席台上发言，那可太长脸了。我倒一点也不担心女侠有没有机会发言，实力在那儿呢，只是福兮祸兮。啥意思？微微是担心你，老师们都觉不好啊。今天天气老晴朗啊，这小风吹得嗖嗖的啊，我们老精神了。还全即兴发言，咋的呀？那是我个人风格。不过啊，我们鼓号队这次在运动会上也有特别活动。怎么，创新花样吗？要选一个。哎，先别说，到时候给他们个惊喜。行，替你保密，反正这事儿也没我什么事。好的，殿下也要出风头了。行，你不说算了，这些搞文艺。今儿鼓号队还有活动吗？哎呀，都停了，课外活动都停了，就你们田径队还活动。帮我撂这儿了，待会儿我走了啊，去吧。哎，走啊。嗯。小敏。恒生哥。大哥，你清醒点儿，这兜还有点破绽呢，你怎么打呀？这他打球，我得想想，一会儿去马拉办公室，我得怎么说？哎，那你加油啊！我精神上支持你。这样，等会儿记得把我包带上啊。哎呀，烦死了！你今儿怎么想着来找我啊？啊，小敏，我有个事儿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他们都在里面等你呢。嗯，我们最近都有晚课，可能回家会比较晚。我知道，航海哥有说。对了，我的笔记本呢？今天轮到微微复习，在他那儿呢。浩辰哥，你怎么了？小敏，嗯，我想在复习期的时候给你们进行一次突击补习。可以吗？我还以为你没时间呢。用来创作一个笛卡尔变数的时间还是有的。转折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航生哥，你等一下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好了，三，好的。小芳呢？好。老师早。好，再见。昨天那个放学时间，家长还给我打电话。哎，王老师，哎，还不下班啊？我这还有点残留问题，处理完就走。行，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哎，老师，怎么了？让你动了吗？老师，我再给你加点水哈。如同笛卡尔变数创造一个转折，是什么转折？笛卡尔创造了几何关系，建立了几何和取向的对应关系，因此代数被带进了数学，使数学思想和方法都有了重大的转折。自古希腊以来，代数和方程都有了分离的取向。我所说的转折，是指毫无关系的两人甚至变成亲密，甚至交融。所以，那个老写信给知心姐姐的观众，92号元素，是你吗？小敏，走了。哦，你们下去吧。那你快点啊！嗯，书包我先帮你拿着了啊。我们先走了。浩生哥，那浩生哥，我先走了。
小敏，是我。行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解释解释吧。报告老师，我认识到了这次错误的严重性，我知道错了。哼，哎呀，你今天还挺主动的啊，说说吧，什么错误啊？时间，我不应该偷懒，应该抓紧时间。你呀，你这是薅社会主义羊毛，知道吗？这今天是在我眼皮底下让我看见了。老师。您给提提意见和建议呗。检讨都写好了。政治经济学实践研究报告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刚才马拉把我逮到了。哎呀，这期末说是给同学发小奖品，怎么把我也捎上了？不对不对，好像是我自投罗网。这也不是。我看马拉那架势，好像早就盯着我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啊？嗯。这也能水呀？啊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怎样理解商品经济的本质。第一点是生产，第二点是分配，第三点是交换。嘿嘿，你还挺能推陈出新的啊，还整点新花样。报告老师，这是我抱着以认真学习的态度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东西。老师，我们政治课上学了这个商品经济，我挺感兴趣的，所以我就用课余的时间，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实验。啊，你说说吧，我听听你这个实验怎么做的。啊，我发现现在的小女孩都特别爱美。小伙子特别喜欢追求偶像，所以吧，我就进了一批这个小的不是，我就进了一批实验品，周边的小商小贩呢，价格没有我实惠，所以在竞争当中呢，我就比较有优势。这市场机制一调节，我就从中获取了这个实验结果，目的很单纯，过程也很明确。啊。那咱们学校这同学，这女孩戴的这个发卡，那男同学的这红领巾，就是你调节到学校里来的呗？这也可以这么说，这个是属于是理论指导了实践，同时同学们也吸收了这个物质与精神上的东西。哎呀，你还挺能扯的啊！你是不是当我傻呀？啊，你搞这些活动，自己挣了不少吧？都成了小资本家了吧？笑什么笑？严肃点！你知不知道你这活动给学校带来多大影响啊？老师，我就是想学以致用一下。行，给自己戴什么高帽子？做小买卖就说做小买卖呗。你瞅你这破烂，你这还什么都有啊？这都成了移动的小义乌了。这今天这是让我整个给你逮着现行了，你知道吗？要别的老师看见了呢，你瞧你这还偷偷摸摸的，你这。你就不怕你这个破烂被人没收了呀？老师，你不能没收啊，这是我全部的资产了。那你好好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赶紧的坦白从宽啊！老师，我对挣钱，不是，我对做买卖还挺感兴趣的。我也知道这种兴趣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情，但是他培养了我。在社会上的一技之长呀，而且也不是通过什么不正当的手段，不算什么坏事吧？你一个半大孩子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我爸妈他们在家都挺辛苦的，还得还债什么的。我就想，如果我能挣一些钱，
老师，你真的不能没收我这些东西，这是我全部的资产了。而且我让委员过来买这些东西，价格真的很便宜。我没有占班级的便宜，也没有薅社会主义羊毛。行了，你这破烂我这也没有地方放啊，你拿回去吧。谢谢老师。啊，你呀，你说你这个聪明劲儿用在学习上多好啊，别整天这破烂不务正业的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再次谢谢老师。还有啊，我看你这个研究报告写的挺好的啊，那你就写一整本吧，认真对待啊。啊，一整本？一整本怎么了？我看你刚才说的挺好的呀，别说一本了，三本也能写得完呢。哦，还有啊。安排一次家访吧，我去一趟你们家。家访？老师，你无事不登三宝殿。那怎么着？我还天天去啊？嗯，不是不是。啊，其他同学还没有这个待遇呢。不用担心，我不是去告你状的，我就是跟你父母聊聊天，了解点情况。那老师，你什么时候去啊？嗯，周末吧。不用让他们准备啊，我不是做客的。嗯，回去吧。谢谢老师。你别落下这个。啊，谢谢老师。嗯，老师，我走了。嗯，老师再见。哎，高兴。马主任，别送了，快回去吧。我记住了，接到会议的时候我肯定来，您就放心吧。志叔大哥，啊，这跟马主任又讨论什么国家大事了？哎呀，不是什么国家大事。就是供电安全的事，别着了火。哦，那是应该的。哎，您这是？哎，这不是咱小时候常吃的野菜吗？现在啊，正好是季节。哎，把它摘回去，洗干净，用开水这么一烫，放点盐、味精啊，再滴的几滴的醋，好吃着呢。佩服佩服啊！您真有心思。嗨，我这点小心思，跟您怎么能比呀？这不是吗？孩子们今天啊不在家吃饭，我呢跟慧英把这个一拌，把昨天剩的那个剩饭啊用点猪油一炒，一对儿。哎，小敏妈，啊，志叔哥，您还惦记着薇薇妈的事儿是吧？您就放心吧，小敏妈跟我说了，说她晚上家访的时候再问一问。她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只要她答应的事儿。一准能办成。行啊，我回去了。哎哎哎哎，好，哪天我多办点给你送过来啊。哎哎，好啊。滚，好走，快滚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小心被他上来。哎，道歉。已经给你们机会发球了，不用了吧？我让你道歉。同学急了，不就落后三十几分吗？好，道歉，我对你不起。哎，打球看着点，有你们这么打球吗？算了，没事。好，发球，发球。在想。